而家嘅澳门通卡有全新嘅加值方式啦，想随时随地为澳门通卡加值，只需要有一部支援 NFC 功能嘅手机，同埋系 MP 嘅 JR3A 或者系 3B 等级嘅用家，就可以享受到咁便利嘅加值体验。首先打开手机嘅 MP App， 见到澳门通卡嘅标志，揿入去就会睇到拍卡加值功能。再根据提示打开手机嘅 NFC 功能，输入自己想加值嘅金额并进行付款。而家最高嘅加值额为3000澳门元。再将澳门通卡贴近手机嘅 NFC 感应区，稍等一下就会有加值成功嘅显示页面弹出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仲有，除了可以帮澳门通卡加值，更加可以将澳门通卡的余额加值至 MP， 真正实现双向加值。提提大家，想用到 NFC 加值功能，需要看看自己的澳门通卡是否带有 NFC 标志，同埋最新版本的 MP 才可以用到这个加值功能。如果目前大家手上还未有带 NFC 标志的澳门通卡，可以留意一下，在今年2月个人化及销售版澳门通卡将全面开通 NFC 加值功能，而大家目前手上的澳门通卡依然可以正常使用，如果有需要用到 NFC 功能的用家则可以自行选购。咁便捷的加值方式，大家快啲嚟体验啦。